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参加全球极限武馆巡查室接任典礼。我是本次典礼的主持，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本次典礼的嘉宾，他们分别是极限武馆馆主红、雷电武馆馆主雷神、战神宫第三元老莫汉德森、第四元老伊斯特。第三元莫汉德森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好魁梧。冰雪大帝莫汉德森，他是仅次于馆主和雷神的世界第三强者，也是亚美利加最强武者，一手控制冰雪的能力出神入化。这样的高手居然会出席我的接任典礼。最后要介绍的是这次即将接任全球极限武馆巡查使一职的罗峰长老。是小风，他终于哥当年立下的誓言他都做到了，我也不能落后。小风啊嗯，爸，你们站起来了。快看，真的是他呀！我看你，王少，你看，极限武馆全球巡查使是我徐刚的妹妹。听说你俩为了小心还闹过不愉快？刚哥，你可别提这事儿了，是我冒犯在先，我可不敢再惹是生非了。阿峰，你还记得你在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前，曾让我们九处帮忙寻找大涅槃时叔叔阿姨失散的亲人吗？找到了。啊，有三位还在世，分别是叔叔的姑妈罗红琴和其儿子汤成，还有一位是阿姨的堂妹龚星花。回头我把资料发你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各位嘉宾，现在就是本次典礼最重要的时刻，有请罗峰长老。馆主，你突破了。是的，前两天刚突破的。你现在极限飞行速度是多少？2400米每秒。很好，已经是世界第三速度。典礼结束后就跟我一起去悟道吧。悟道回头再说。我告诉过你，这座极限武馆全球总部实际是一艘星际飞船。当年我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损坏无法飞行。不过这星际战舰就算是一个空壳，防御力也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基地式建筑。就算是损坏的星际飞船，其强大也远远超出人类的认知。你现已突破，可以知道武者和精神念师的真正分级了。这是这艘飞船记录下的宇宙级强者的战斗影像，白矮星引力是地球的3亿倍，他们却能如履平地。